喂，你邊個記者嚟啊？啱啱香港電視報接翻播放感染，你仲咬出嚟遊行，幫手遊行，我想上翻播放感染。你哋好炸就佢啦！做咩嘅情況？講得唔好出街啦，小姐。出街啦，守台啊嘛！我冇講入台嘢，我講正常嘢。太乖，好正常啦，係嘛？咁驚冇出街啊嘛？咁驚冇見啊，冇出街。影啊！繼續影。如非不業必要，唔好喺度繼續停留啦，唔該，褪後。採訪嘅都係褪後，唔該，小姐。我哋需要翻應有嘅距離，因為要保障翻個人私隱。唔該，褪後啲，如果唔係你會拍到身份證。褪後少少，唔該。再後啲，如果你拍攝嘅，我唔想你睇到佢哋嘅證件。
現場就是佐敦的白家士街啦。咁見到呢度咧，就有個穿著黃背心的死記者的背心的男士咧，一個白色的私家車是俾警方搜查的。另外咧，呢度都仲有三位啊！呢個位置，三位著住黑衣的人士啦，都是去截，應該是截停搜查的。但係見到佢哋身上都有啲相機啊，同埋一啲證件佩戴，哦，原來都係同行嚟嘅。做咩？我冇問下你哋喺咩媒體？哦，係咩媒體？和理報。嚇？和理報。和理。和理铺啊！你后一架啦，企出去嗰边好嘛？哦，好啊，好啊。你企过一，而家企过啊，系啦。你企栏杆入边啦，危险啊！架车转入嚟啦，你慢慢拍啊，企呢度位，系啦，企翻度慢慢拍。你一松噶嘛，系嘛？好啊，你而家做啊？系咯。我真的好危險啊！頭先一轉過嚟，我怕佢唔知道有人站在那裡彈直過嚟。啱啱咧就問過我間媒體咧，叫做《和理報》嘅，咁可能都係今日都有排拍啦。網上媒體啊嘛，不停叫你穿背心，咪穿翻去先。